趁老婆不注意喝了她的可乐，免费的可乐就是好喝，喝完再整整她。这个糟老头的，他要干嘛呀？行，你想玩就陪你玩，看谁笑到最后。来吃面。好，来媳妇，来吃面吃面。天哪，这个炸酱面面质筋道，入口顺滑，真好吃。我也试试看。吃这么一大口，也不怕噎着了。尝口吧。慢慢。我手机响了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这糟老头子终于走了，看我怎么套路他。嗯，媳妇儿。嗯。你在哪买这个炸酱面？真香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是我在直播间拍的，也就几个鸡蛋钱，好吃不贵。你要喜欢吃啊，以后经常给你买。嗯，谢谢啊。嗯嗯，快吃。哎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淡定啊？要开始玩游戏，不能等。哎，他怎么喝一口没事儿？是不是给我换了？是吧？咱喝了能不能换一下？好，换吧。套路成功，哈哈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单调。哎，他单调四桶，两条。哎，我们是，他单调四桶，我们这儿四桶都在这儿了。我们一会儿赢他个清一色，输死他。你说的对呀，还是你聪明。哎，九总。哎，杠。哎，我还杠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杠。哎呦，你杠那么多有什么用？反正你也赢不了。哎，南风，我还杠。哎，燕儿姐，你刚才吃的什么呀？拿给我们尝尝。啊，试试桶。哎，燕儿姐，快摸牌。哦，好。账户开花，你炸胡吧，你单撂四饼，你来个五饼，你怎么胡的？看看是不是？开一间房。先生，你确定开一间房？行行，快点的。好，来，先生，先房看。嗯，你给我吃的什么呀？吃完之后满嘴的水果味儿，嘴巴都清新了呢。啊，我给你吃的呀是无糖薄荷糖。那没什么事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姐夫，今晚的事儿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姐啊，我姐啊她不让我喝酒。知道了，放心吧。闺女，哎，妈，阿姨好。
你们都在啊？我那电瓶车呀，保养去了，想借你那车开两天。妈，给。嗯，慢点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再给我五十万吧。五十万？啊，行。妈，我这里有二十万，你也拿着，剩下的我给你打卡上去。啊，行。哎，对了，我最近发现呀，你的眼神不太好，我给你配了一副眼镜，你记着戴哈。啊。叶姐啊，你后妈什么意思呀？你眼睛不是好好的吗？还给你配了副眼镜。再说了，她只是你后妈，又不是你亲妈，你对她这么好干嘛？就是啊，她三番两次来找你拿钱，是把你当提款机了吧？你可长点心吧。你们呀，说的都对。但是杨玉珍、戴维婷，他有事情，我不能不管呀。你有格局。哦，对了，叶姐，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大项目呀，也不说，带带我和点点。就是，叶二姐，咱们可都是姐妹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啊。行，既然你们都开口了，我呀，俗话说在前面，如果要是亏了，可别怪我。哎呀，叶姐，咱们仨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有什么好事儿，你是不可能忘记我和点点的。我看这合同呀，咱们也别签了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哎，什么合同不合同的，咱们都一家人。王燕，听说咱们之前一起合作那个项目赔了。是的，因为特殊原因，现在这个生意被暂停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钱都打水漂了？恐怕这次咱们投的钱都打水漂了。什么我们？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你的钱没了没关系，我们的钱必须还给我们。当初咱们一起做项目的时候可都说好了，现在生意上赔了，怎么把所有的风险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了？项目？什么项目？不没有合同吗？就是呀，当初这个钱可是我们借给你的，我手机里还有转账记录呢，你要不还这个钱我就告你。真是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你放心，给我三天，就三天的时间，我就算砸锅卖铁，卖车卖房，我也把钱还给你们。行，三天就给你三天，三天我们要是见不着钱，告你。哼，站住！朋友是相互帮衬的，哪像你们这样见利忘义、攀高踩低，就你们不配做我女儿的朋友。走。呸！闺女，啊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刚才的谈话呀，我都听到了。我来呀，是帮你选了一个新项目——坚果藕粉，你尝尝。好。妈，通过今天这件事情，让我看清了很多人和事。我打算把它定价，凡是来直播间下单的，拍两罐送一副精美的腕勺，你看怎么样？行。公司的事你做主。闺女啊，我告诉你一句话，教人要教心，教树要教根，不怕走错路，就怕教错人。这卡里啊有一百万，你拿着。妈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我闺女给的。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。